今年娱乐圈是非多多，有请娱记一哥阿 Jack 帮我哋拆解一下，点样可以加强颁奖礼嘅公信力呢？好易啫，好似强积金咁，每年出一份周年权益报表 ，show 晒你过去一年户口嘅公款、结余、赚钱等详情。咁你就可以多啲了解自己嘅强积金户口状况啦。真係清清楚楚，好有参考价值喎。仲有啊，当你收到份报表时，除咗核对清楚账户资料係咪正確，亦係时候提醒自己有冇需要按个人情况嘅转变，为自己嘅强积金做一啲检讨同调整啦。咩报表啊？周年权益报表啊。可以到以下网址逐本重温。